笑，大仙不闹，么么哒。输赢都没有办法呀，家人们，真难玩。这非要我掏出我胜率90%的公孙离，啊、可恶！来打，你好，偷袭，弱哎，杀，六，两个人操作失误了，我来，这次该死了吧。注意韩信呀，推韩信一下。这韩信在拿龙呢，家都没了，还在拿暴君。怎么说？上路偷了个塔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快点，让我结束这一把。哎，我蒸发了，我都没看清楚什么鬼伤害，我就没了。不是，哎，我们这，哎呀，这上不去了，怎么办呢？还是得在外面打呀，在外面打打不了。三波六十，你看，就这样。